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土豆一个切丝泡水备用，肉切丝姜切丝，锅中放油烧热，放入姜丝肉丝，煸炒至肉丝发白，放入土豆丝，翻炒均匀，加入老抽，翻炒片刻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切好的土豆丝用清水泡下去除多余淀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